现在这个是通往烈屿的跨海大桥，哦，有用科技执法违规取缔，然后对面灯火通明的地方就是厦门。桥上有很多慢跑的、散步的，桥上最高的地方了。哦，厦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都市一样。现在这边漂亮呀。啊，你看厦门。哇，还有遛狗的，骑脚踏车的。对面是厦门，我们正在烈屿小金门。对焦了，等一下镜头。